充满了潜力跟人民的能量，都随时可以爆发起来。就是问题，就是一个行动跟一个态度的这种转变。我们欢迎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每位现场还有哪位有话说的，请说。每位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想要建议我们马总统的是，我们目前我们的外籍劳工那基本薪资是全亚洲最高的，而且我想要建议他的是赶快把这个外籍劳工跟本地劳工的基本薪资赶快把它脱钩。你若不脱钩，已经建议十多年了，还这样继续下去，我们竞争力一直在薄弱下去啊。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得上大家，跟得上全世界就好了。 OK， 谢谢谢谢。来继续，还有哪位请说。我想我们很乐见哈，政府为了我们这个中小企业哈，将这个外劳的有年限有九年提升为十二年。可是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哈，就是在这个中小企业的外劳配额的部分哈，其实政府在劳委会把这个配额用五级制来分哈，那以我们各中小企业主或是各的那个厂商以它的行业特性来分配，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哈。因为以中小企业，尤其在大理太平来讲，我们是以传统的黑手业哈，但这黑手业其实它在第一级的那个劳工。基层劳工的能力就是缺乏的，那大家会以那个外劳来补足我们这个劳力不足的部分，那你就把我们中小企业把它用你的最终产业产出的产品哦来认定它为哪一个级距的标准，那其实对产业的竞争力是有影响的哈。以大部分大理太平工区公司来讲的话哈，企业要竞争，它大概会有一条龙的，像我们公司是有一条龙的产业在生产的，那我的所有制程可能就有这个高噪音，甚至说现场环境比较脏乱的，那这个劳力的缺乏是本国劳工没有办法负荷，那但我需要，这画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问题是刚才那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吴慧玲教授刚才也讲了说这都知道的事情，就是看你怎么做。每位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吴慧玲。其实你这个全民开讲那个很好了哦，应该是全民，没有错。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说大家生活哈，然后要幸福了。但是生活幸福并不只有钱而已啊。这其实我要讲的说，我们社会已经尖锐的对立太久了。怎么样让哈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大家能够互相倾听对方哈，然后让一个和谐，大家寻求。最好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应该谦卑自我检讨啊，尤其是政府更是这个样子啊。那怎么样去看国外的形势是怎么样，我们的形势是怎么样，然后让人民呢、啊、然后他了解，然后大家这个晓得我们要过什么样一种生活啊，然后不要这个太过梦想啊，应该是要很谦卑落实，更积极的来做。是他说在这个选举的时候，你跟外场很多立委的这个候选人当地连线，我觉得表现最好的是郑丽文。那郑丽文，我刚刚讲过说，因为他的这次一选的时候，历练变得不一样啊，所以国民党年轻人呢，我觉得通通都下去选好了，选了之后就不同，去扎根之后就不同哦。第二个哈，我呼应刚吴教授提到说要讲实话，观众朋友，我们已经选出马总统连任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除了骂他啦、抱怨他啦、批评他什么的，我们已经授权给他了。我吼，马英九总统是一个秀皮的人，啊，好好做。是，就是。我几年前在英国希斯洛机场看到一个台湾人打开一个很大的旅行箱，就在厕所里面，他自己就拿手工具组成一台电动代步车。每个人，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他用台语给他讲讲，你给他倒狗去，我会出来做行李。他拿出去外面就签了一张订单，立刻又把它拆解掉，装回箱子，转机走了。马总统。那个台湾人就是你未来要服务的台湾人，是台湾人呢，非常的骄傲，是因为我们有成熟的民主，连这次连大陆都在羡慕。但是台湾人也很不幸，我们的民主之后的三个总统，第一个让人厌恶，第二个让人痛恨，第三个还有四年的时间，你是要让人民叹息还是钦佩？就在这四年，看你的决心了。是这样子嘛？真的，我们是这样讲的、啊，就说不要不必期待啊，完美政策的掌声，不要啊，你只要做必要政策的决断。是今天这段的执行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要再等完美政策的掌声。谢谢。就是大家期待的是看到大家卷起袖子来干，不要选举的时候才组战斗内阁。大家更想看到的是你当选了以后不要为选票，而是为人民组战斗内阁，为人民战斗，为人民打拼，为人民下乡，为人民做事，所有人民就做你的后盾。不要在乎，不要满脑子想的是在野党媒体的评论民调，你满脑子想的是我们的基层，是我们的人民，人民就会做你的后盾，让你放手去冲，放手去战斗，台湾才有前途，才可以摆脱空转虚耗。在基本上没有选票的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所有民众、企业、中小企业潜力无限，都可以充沛的一个生命力。
都可以爆发出来。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到这么多的中小企业主，每一位都可能是一个非常的内阁的阁员。如果全台湾我们政府的方向都像中小企业主的这样的实干的这样的效率的话，整个台湾早已经就起飞了。可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国家，整体的人民不同的一些的这种想法。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抛弃口水，无论是政府的，无论是国会，无论是人民，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景是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政治上的一些虚耗的东西，我们共同的愿景是过好日子，有尊严的过好日子。但只要能够去做效率，效率，效率，执行，执行，执行，跟这么多的中小企业主平常经营他们公司一样，一定一定可以再度的起飞了。我们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这是在春节前夕，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拜一个早年，一切平安，心想事成，台湾再度起飞，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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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主恭喜恭喜，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力现场观众朋友，谢谢谢谢，恭喜恭喜。